这么好装备的劫还没到，你们就自己就干起来了，太膨胀了。我来。哎，你抓我我就很开心了，我就喜欢跟你们绕。哎，拉我没事的，我做好了心理建设。这个心理建设就是什么死。啊！哎，就是死。为什么要死？因为我要给我队友创造时机。我可以不死吗？我可以不死，那就是我不浪。我为什么要浪？因为我饭要凉了。真香！哎呀，这一波他们不敢上。穿云箭没关系，先给天音波。不要着急，等他开完大，因为我过去会被打断的。啊，我过去既没有伤害，还会被打断。好，这个时候我来了。别克，别动。吃口饭，肚子有点饿。真香！哎呀，哎，勾引子，走位，给点燃没用，骗个点燃。他 CD 快好了，那我就来个走位。哦，这个走位出现了问题。哦，他这个舌头怎么这么……你这个是舌头吗？绞肉机吧，怎么甩这么快？搞他一把，看到我了，没事，没所谓，我很肉，没所谓，你们上，别怕，就我现在顶在这里，你能怎么样嘛？这卡牌，你能怎么样嘛？砍死你，没事，我很肉的。Fuck you！ 哎呦，怎么到现在才来啊？这波真的。团灭的这波他们要，对头怎么这么？锁住，锁他，别动。哎，我心有点大，换个角度。哎，切换出去了，伤。好，控制假影子。溜了，溜了，溜了。哈哈哈！啊啊啊！真没办法，真是闪。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招就好了。好烦，我刚才切换出去了，你知道吧？只要不是切换出去，我真的这波他们两个打不过我的，打不过的。这波我的队友好像是溃败，但是有我在，一打五，你懂的，一刀斩没斩死，刮皮子，难受了，难受了，难受了，这个就难受了，这个要把他劈死嘛，我这个规规矩矩五个人全死掉，哎，很烦，开不了大啊，他皇子一看，哎，这个人卡白走了啊，我们不抓了，让他中路回家，对不起，你回不去的呀。哎，哎，滚！叫什么你秒表呢？居然被小兵打死，也不错啊，并不是他中路啥的，所以我这一波死亡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收益啊，反而我还吃个头，舒服。不追啊，我们不追。你看他这个走位有点不戳，哎，这个时候再出黄牌，看到没有？细节很重要啊！这细节是什么呢？故意的往这边走，实际上呢是在拖他。哎，给我大也没有用，我黄牌可以把你定住，给个 Q， 我还要 Q 他，看到没有？为什么我要 Q 他？因为我胆子大，我有闪现，我还要风筝他，我还有闪现。哟。
哟，这个炸胡嘛，炸的是从东炸到西啊！这个，他明明胡卡八万，他自己摸了一个八条，他说胡，你明白吗？